论》第二七之三，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，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著焉而不满，着焉而不解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宝光。故习者遥问于舜曰：我欲发宗快虚敖，难灭而不释然，其故何也？舜曰：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莱之间，若不释然，何哉？习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得之近乎日者乎？